红衣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，咱们走。走吧，送你去颐和斋，然后和老师去故宫。好，你去开门，我等老师。嗯。家这边有什么事，尽量跟我说啊，别跟我客气。保重。哎，大哥，你咋不上车呢？红衣，你怎么了？红衣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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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红衣。红叶，洛斯出车祸了，那边。大哥，报告，进来。报告，本田喜多杀死了我们三个士兵，越狱了。什么时候的事？半小时前。请问一个叫朱若斯的病人住哪个房间？朱若斯。护士，他怎么样？你是病人什么人？我是他未婚夫。车辆严重撞击，造成病人身上多处皮外伤、软组织挫伤，目前还不能断定头部是否有伤害，等他醒过来再看吧。有事叫我们。好，谢谢。嗯。若斯，若斯，你醒醒啊！那是偶遇，那是天意。看你样子挺聪明的，没想到是个傻大胆儿。我那叫打抱不平。你说你一个女孩子，整天跟一堆老古董打交道，有意思吗？古董比人有意思多了。这人吧，最多也就活个百八十年，但古董呢，它流传千百年，在不同的人手上流转，见证着无数的悲欢离合。古董虽然不会讲话，但比很多会讲话的人有内涵多了。这么有信心？当然了，我相信你。若斯，我问你，中秋贴对你就真那么重要吗？中秋贴是国宝，又是从我手上弄丢的。你来干嘛？帮你们认人。这是你干的？我没拖你后腿吧？你手机钥匙放上去了，你就是我女朋友。我之前把追求爱情当成一个月的任务去完成，这是不对的。我知道自己错了。在你心里，
你把我当什么了？一个高地，还是一场战斗？当成一生去完成的任务。谁说上战场的人就没有权利谈恋爱和结婚？国家风雨飘，谁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。如果我能一辈子跟你在一起，当然好；如果不能，起码我现在要跟你在一起。若思，之所以要离开你，就是不想让你以后受到伤害。我错了，我再也不管别的人别的事儿了。你快醒过来吧，我要和你在一起。若思，你醒了。没事吧？红叶，你不是去广州了吗？别管我去没去广州，你现在没事就好，若思。没事就好。你走吧，我不想见到你。你走。若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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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点没有？妈。你没事儿。别哭了啊。任红叶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没去广州吗？叔叔阿姨他现在醒了，我去叫医生。啊。任红叶，你还不去广州？你不怕上军事法庭啊？啊，别烦我。妈，别哭了。若思，天大的事情都别放心上，一切以身体为重啊。周寻达，都是你在故宫闹得威信扫地，要不然若思怎么会这么难做人？他怎么会去找马院长？又怎么会出车祸？怎么能怨我呢？要不是你一直怂恿他和任红衣在一起，他也不可能一大清早的出门呢。岂有此理！妈，爸，你俩别吵了，你就别怪爸了。若思，他根本不配做你的爸爸。周寻达，你根本不配有这样好的女儿。妈，若思，我想问你，今天那个车祸是怎么回事？文娟，是你吗？苏莫寒，是我。这些年你过得好吗？不好，一点都不好。我和周寻达早就分开了。苏莫寒，这些年你去哪儿了？我一直在徐州老家，刚回北平办点私事。真的吗？苏大小姐是神龙见首不见尾，我很奇怪。这些年周寻达没去找过你，还是找你没有找到？文娟，当时我跟周寻达只是同乡之情，
可惜呀、啊，周寻达不这么想，他心里只有你苏慕寒。看来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还是在恨我。苏大小姐，你太高看你自己了，我早就不恨你了。听说你女儿丢了，找到了吗？当初我们在同一家医院，同一天生产，你的女儿比我女儿命好。是吗？希望老天保佑我女儿能像若思一样平平安安。其实若思就是你女儿。你想说什么？我们都是做母亲的，我希望你早点找到女儿。谢谢。先睡一会儿，爸爸先回去了。这位女士请留步。慕寒，慕寒，是你吗？好久不见。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？什么时候回的北平啊？我刚回北平不久。这些年你都还好吗？我刚才碰见文娟了。啊，我们俩早就分手了。这些年我一直在找你，也托人打听过你。我听说你女儿出了点事儿。哦，是，好在没有生命危险。哎，你女儿找到了吗？没有。不过恭喜你和文娟生了个好女儿。你们俩认识？不认识。我只是刚回来，听他们说故宫的新一代有不少出类拔萃之人。是啊，我女儿天分确实不错，可惜她跟错了老师，脾气变得越来越古怪，越来越不识时务。周寻达，现在日本人正在大肆入侵中国，你最好跟日本人保持点距离，免得将来名声尽毁，女儿也没法做人。莫寒，这些事你是听哪个奸佞小人说的？但愿只是谣传吧。任弘毅，你曾经问过我来北平做什么，我现在可以回答你，我是奉本庄樊将军的命令为故宫文物而来，将全力阻止故宫文物南迁。我知道你对文物不感兴趣，但是为了中日两国军人的荣誉和尊严，我请你留下来与我一决胜负。
老同学，接受我的挑战吧。临阵脱逃是军人最大的耻辱，本田喜多。这本田应该在监狱里，他怎么写的这封信？原品章刚刚抓起来，日本人又跳出来了。看来这本田啊，他一直在幕后，现在这是打算到前台来了。文物还没有出故宫就闹成了这样，这一旦离开北平啊，肯定凶多吉少。队长，队长，你不是回军营了吗？我刚回军营就听说吴兴国被日本特务暗杀了，而且本田也越狱了。那这封信全对上了？这家伙动作也太快了吧。看来本田啊全都计划好了，是咱们低估了日本人想得到故宫文物的风口。这个本田不出必是大患。红衣啊，日本人都已经下战书了，你打算怎么办？听说你女儿丢了，找到了吗？当初我们在同一家医院，同一天生产。你女儿比我女儿命好，当年的一念之差造成今日之局面。苏慕寒，我要是告诉你若思其实是你女儿，你会怎样对我？哎妈，花花呢？嗯，买这么多东西啊，你把商店给洗劫了。我给若思买的。一会儿啊你去一趟医院啊，就说是你给买的。您最近对若思怎么这么上心啊？我也不知道，就是很牵挂她，可能是因为她跟你妹妹同年同月同日生，又出生在同一家医院的缘故吧。哎，你等一下。我刚画的。哎妈，你这若思啊画的像我不？又来了，又像您了。哎，我觉得他骄傲的样子像以前我年轻的时候，对吧小叶？嗯，骄傲的样子这么抽象，我怎么能看得出来呢？你就凭呢。我是一只青蛙，我是一只青蛙，我是一只青蛙，好笑吗？谁让你来的呀？我不是跟你说过我不想见你吗？一见着你我这心里就不舒服。我是来承认错误的。你说的对，我就是个混蛋。这样的话你能不能够心里舒服一点？你要想让我心里舒服点，那你就走吧。看不见你我心里就舒服。走吧。好吧。哦，红毅也在啊。马院长。啊，没事。若思啊。哎，马院长，您怎么样啊？若思啊，你怎么样了？我没什么大事儿，哦，只是一点皮外伤。您呢？哎呀，医生说我有点脑震荡。若思，那天多亏了有你啊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呢。您别这么说，换作是谁那天在车上都会这么做的。一个女孩子遇到危险，自己受了伤，还能想着去救别人，真是了不起啊。若思，你身上的伤厉害吧？很疼吧？谢谢马院长，我真的没什么事儿了，再观察几天我就可以出院了。哎，那就好，出院以后
回家好好养伤啊。马院长啊，我出院以后想回故宫，您能不能让我参加南迁押运的工作呀？我真的很想参加。若思啊，难得你对文物如此热爱和执着。好，我宣布周若思出院之后立刻归队。马叔叔，我不同意若思参加文物南迁。老师，实在抱歉，若思小姐根本就不在我的行动计划之内，没成想她中途上了马云的车，所以才惹祸上身的。本田，暗杀马恒这事是不是做得有点太过分了？为了达到目的，必要的时候一定要上极端手段。老师您放心，我一定会注意若思小姐的安全的，但是也请您转告她要远离危险。告辞。少帅，吴队长殉职，我很难过也很内疚。我们谁也没有想到日本人竟然如此丧心病狂，看来这次必须得选出一位强中之将。红叶，有合适的人选推荐吗？有。谁啊？我。你当然是最佳人选，可你有军令在身呢。少帅，这是本田给我下的战书，作为军人我必须应战。延缓去广州的事情我会向南京解释。红叶，故宫文物南迁不得有失，我赞同你出战，除掉本田。我会跟南京军委会报告此事，等你完成任务之后再去广州旅行。少帅，我还有个请求。请讲。我想从特训营中抽调精干兄弟，重新组建护卫队。特训营全权归你调遣，护卫队配备最精良的武器，有什么需要随时跟我说。谢谢少帅。红叶啊，文物南迁一路凶险。少帅，我是一名军人，保护国宝南迁赴汤蹈火在所不惜。一二一，立定，向左转，向右看齐，谢谢客，这是队长放枪，集体报数，一二三五六七，报告队长，36名护卫队员集合完毕，请队长指示。弟兄们，你们这36个人是特训营中百里挑一的尖子，好钢在刀刃上，现在国家需要你们能够执行文物南迁这项任务，是每个军人的荣誉，也是一件光荣使命。大家记住了，后路可断，血可流，文物不能丢。是。给将军回电。
属下已成功拖住任弘毅，并鉴于此人在文物南迁一事上决一胜负，属下保证完成任务。少佐，我们两次被假帖欺骗，真帖至今杳无消息。我在将军面前立下了军令状，如果拿不到中秋帖，无法向天皇献礼，这会给我们本田家族蒙羞的。中秋帖，究竟在谁的手里？您看，随便看看。不错。您看看，都是好东西啊。这不是郭兄吗？人工，这么巧啊。咱们可是有年头没见了啊。是啊是啊是啊。您这是上哪儿啊？我刚刚下班，顺便到我女儿的店里坐了坐。哦，这一位是令爱。对。郑兄啊，这是郭宝昌，郭伯父。他可是名副其实的大藏家。不敢不敢。郭伯父好。好好好。大侄女。我想请你父亲到我那儿坐坐，小酌两杯，行吗？伯父，我爸他心脏不好，实在是不能喝多呀。小酌小酌。好了好了，那个我和你郭伯父老没见了，正好呢今天是老友相见，我们在一起呢放松放松啊。爸，那您可不要贪杯哦。知道了。哎呦，你回去吧啊。对了，那个今天呢田慧他在医院值班，你可就一个人吃饭了。行，您甭管我。伯父，您住在哪儿啊？一会儿我去接我爸。不用接，吃完饭啊我派车送你父亲回家。那谢谢了。谢谢您伯父。又客气。好，员工，行，走走走。走了，慢点啊。咱得好好去一下。是啊。小姐，您坐车吗？郑先生找你有事儿。好。郑秋同志，我刚才接到一个通知，要去天津开一个紧急的会议，可能要走两三天，所以这儿的工作呢就交由你来主持。跟您汇报一个情况，这次我弟弟主动请缨，担任了国宝护卫队南迁的护卫队队长。好啊，这是个好事儿，这样一来我们协助文物南迁就更方便了。还有上次组织安排我去寻找丹青会，现在遇到了一点困难，不过你放心，我会努力克服，继续推进的。好，这两件事情我都会向上级领导汇报。郑秋同志，那我就先走了，你一切小心。你一路保重。保重。人工啊，久未奉教了，今天能把您这位大专家、大教授、大院长请来一聚，实属难得呀。你这话就见外了。咱俩是老朋友了，这些年呢各忙各的，难得一聚，今天偶遇啊实在是高兴。来来来来。可不是嘛，自打您调到故宫去，我这个大闲人哪儿好意思去打扰您呢？郭公也没闲着吧？我听说这些年你的收藏颇丰啊。嘿，惭愧惭愧，我也就是网罗了一点小鱼小虾的，我这点东西要跟故宫里边那些国宝重器相比，连皮毛都算不上。郭兄谦虚了。故宫博物院成立以前，那紫禁城里流散出来的文物那还少吗？这倒是，这都成了不是秘密的秘密了。哼，就像三希堂的三件奇珍，现在只有一件留在宫里，其他那两件都不翼而飞了。人工啊，前几天我见报纸上登的消息，
不是说当年从平谷斋丢失的那个中秋贴啊重现于世了吗？哎呀，那是假帖。假帖啊，哎呦，你看静谷说话了啊，来来来喝酒，来来来、哎、故宫里流失的这些文物啊真是太可惜了，现在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，命运如何呀？嗯，是啊。郑秋，依我看呢，这些个宝物，国有也好，个人收藏也罢，它都是中华民族所共有。怎么说他也不能是自家的财富。这话说得对。哎呀，国兄啊，你知道我最佩服你什么吗？啊，你啊，佩服我由衷的佩服。哎呦，故宫的那间乾隆官窑，仿战国金银锡古铜釉的双螭银耳圆壶，那是你捐献的呀、那可是罕见珍贵的艺术品啊。那都是应该的，应该的。有境界，不愧是大收藏家。哎呦，谈什么境界不境界啊，我这个收藏啊啊，就是一个玩字，就是玩。现在像你这样的大收藏家已经不多了，要我说收藏啊，一是要真喜欢，二呢要会鉴赏，三还要有实力，另外还要有普通人啊所没有的境界。你看你样样都具备。嗯，哎呦，员工啊，就冲您这几句话我连干三杯。好，来来来。员工啊啊，其实你不说我也明白啊，故宫的宝物南迁那是箭在弦上了、啊、好了国兄，酒已尽兴，时间不早了，咱们就此打住吧。哎、啊、仁兄仁兄，慢慢慢慢慢慢，坐坐坐坐坐，我还有话说呢。好，说。今天呢能和您小聚畅谈，我特别高兴。这样，咱俩干完这杯，我今儿让您开开眼界。好。不不不不不，怎么能说让您开开眼界，是让您给长长眼。老兄，哎，去把我那件宝贝拿来。老爷，那么多宝贝拿哪件啊？你是老糊涂了，我哪有那么多宝贝，就书桌旁边木柜里那个纸包着那个。老爷，您真要拿那件啊？人工是我的好朋友，不给谁看也得给人工看，拿去。哎，好嘞。嘿，人工 啊, 啊，要不这样啊，您随我一步书房吧。啊，好，请。行。
成啊，多谢你信得过我，让我一饱眼福，此符帖才是真帖。稀世珍宝，稀世珍宝啊。何而来？员工到了啊，老兄啊，谢谢你送我啊，我应该的，你慢点啊。哎，好，哎，再见，再见。小同学，令姐我已请走，代为驾考。故宫文物如不出宫，令姐则安然无恙，一旦难前，将性命不保。老师，您放心，我答应你，我向您保证，我一定把郑秋带回来。爸，您别着急，我姐她不会有事情的。我能不着急吗？我爸，您信任您儿子吗？儿子，爸信你，老爸信你，你和丽文啊，你们一定要把你姐姐毫发无损地给我找回来。爸，三天，给我三天时间，我保证把我姐安全地带回来。问题这王八蛋，抓到他，我活剐了他。丽文，现在最主要的是把本田找出来。我先去找局长，调动全城所有的警察。我就是把四九城翻个底儿掉，我要把这个王八蛋给刨出来。你们现在这么大张旗鼓不可以，只能对我姐的安全不利。
天际，我情与你相惜，我心与你相依，只有爱，只有爱才有意义。跨出坚毅的步履，迈向无尽的天际，我情与你相惜，我心与你相依，只有爱，只有爱。